天蝎座阿尔法，天蝎座阿尔法，天蝎座阿尔法。跑去哪了？明明就是这附近。这次好像也是看见某个东西，吓到逃跑了。看来得去那边看看才行。天蝎座阿尔法，天蝎座阿尔法。往那边走了。银仙座贝塔，那小子又在恶作剧了。天蝎座阿尔法正前往星之庭园当中。星之庭园？何时跑去那边的呢？天蝎座阿尔法，天狼星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，你的速度应该比我快，协助我，别让天蝎座阿尔法跑太远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去找天蝎座阿尔法，我会立刻赶上的，拜托了，谢谢你。得快点去才行，追丢天蝎座阿尔法会很伤脑筋的。星星的陨落，往往伴随着诞生。
消失与诞生，这就是世界的法则。消失后再次诞生，其实就是这样再次回到原来。让一切恢复原状，看清楚了，一个都没。银仙座贝塔又在说谎了。木夫座 Epsilon 在原位置时呀，看看星象吧。木夫座 Epsilon 原来是躲在夜空中，太好了。银仙座贝塔，你在做什么？只会对诗雅说谎。诗雅现在光是要管理星象就已经够辛苦了。诗雅太不会表达情感了，我只是好奇诗雅是否也会生气。诗雅需要表现一下自身的情感，你看起来太郁闷了。你在说什么，银仙座贝塔？你认为那是你一直说谎的理由吗？对你来说，真相是存在的吗？全都冷静一点，试着听听看蓝玉座阿法的心之歌，美妙欣欣的歌曲。该是星座睡眠的时候了。蓝鱼座阿法的歌还没结束，蓝鱼座阿法的歌会吵醒大家的，没有好方法吗？是存在的，男鱼座阿法也会停止唱歌，大家都能睡上。
宇宙的极静呀，赠予星星们极静的安眠吧。碎片，开启天空之路，只要让流星雨降落在那边就行了。
星向外的旁观者们看见流星雨后，激动地引起骚动，让欧特陷入一片混乱当中。这个声音让愿望无法抵达星之庭院。诗雅，你最好快一点。Thank you.
事而已。谢谢你带来这么美丽的现象，但看来今天也没有诞生新的星座。我一直都在观看星星的诞生，而现在我该结束。不过，是亚拉斯特，从刚才开始，这座星之庭园的另一端就不断发出吵杂声。没有发生什么事吗？知道吧，他们突然变残暴的理由。对，那个愿望也可能会发生问题。Thank you.
又说谎了吗？不能放任黑暗的愿望不管。黑暗的愿望不能变成星星，最好送去星之墓。我也必须前往地上了，所以一起移动吧。
是谁？你好啊，我叫做以撒。你刚拿走的帽子，请问可以给我吗？帽子。这种事说起来可能有点难以启齿，但我在寻找星星的痕迹。太难了吗？简单来说，就是研究星星的人。我师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，知晓星座的一切，所以……哦，抱歉。我使用天文望远镜观看天空，看见祥瑞之星与星座坠落的景象。我计算坠落的位置后发现，应该就是在这附近。那顶帽子，明明就是……一定就是星星的痕迹，在你眼中像是平凡的帽子，但那确实是星星没错。只要交给我，我研究后……不行，不能给你。啊，虽然对你来说可能只是一般的帽子。才不是帽子，乌鸦座阿法是我的朋友，我们必须一起回去。哦。怎么来到爱琳森林呢？
哎，这次又是你吗？你为什么一直追着我呢？在说什么？哎，没办法了，再慢慢的跟你说一次。珍贵与美丽的星星坠落到地面上，而我正在寻找那些星星的痕迹。你手上那个角螺也是星星的痕迹。为了找到这个痕迹，你知道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吗？我知道星星坠落到海中，如果我的计算正确，一定是坠落到海里了。我是专程来维多利亚港搭船的。我透过情报商人得知，有某个渔夫在海中钓到了。现在都明白了吗？对，我所在找的星星痕迹，就是你手上的东西。所以，抱歉，这次也没办法给你。哎，别这样，给我一个吧。你不需要全都带在身上吧？对我来说，那是很重要的资料。拜托你了。南鱼座阿法是我珍贵的好友。哎。